而且你刚刚前面就一趴很好笑，我的上头有点快撑不住了。我你。欢迎来到系列秋系列，系列秋。后台啊，我从来没去过这么台的那个系列名称，就在刚刚影片开拍后才想的。如果大家有更好的想法，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讲。总之就是，我们之前看梗图，看到看一看就想到说，其实笑话好像也可以，所以我们就请卓毅他准备了十个他觉得我会笑的笑话来啊。一样啊，笑一次250cc， 250，对不起，笑一次250，没有问题。嘿，大家也可以在下方留言，你们觉得今天哪个笑话好笑？来吧，那请卓毅分享。第一个是14梗，有一天小华到天庭跟众神就神仙们开会嘛，然后小华就问，哎，玉皇大帝啊，请问千手观音为什么没到呢？玉皇大帝就说，因为他还在洗手。我觉得不行，因为他太多手了。那种就是14个，因为平常不太需要，就是哦，你说疫情是不是之类的？这题的主题叫做“千手观音”好了。你要给他一个主题哦。对啊，这样方便大家投票。第一题就破功了，看我好烂哦。来第二题，有一天小明搭公车，他准备下车，因为太急，所以不小心把健保卡当成悠卡刷，就是刷错了嘛。健保卡就对小明说：“你为什么要这样逼我啊？”啊！我觉得我不能拍这个系列，我也很懒。我也文字类型的部分都还好，我可能也还好，但是我觉得，而且作业还会配动作，你为什么要逼我？丑恶，这一题就叫做健保卡好了。我觉得目前健保卡比千手观音好笑。对，第三个，有一天有个帅哥走在路上，一个阿妈突然对帅哥搭讪说。帅哥，你超会搭哎！然后帅哥叫什么烟呢？你超会搭，嗯，哦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这是 solo 等级的笑话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这个对，这个很好。我刚刚有想笑，但是我忍住了。不错哎，这个也是我会讲的笑话，就跟这边我可以收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那就可以跳舞 solo。所以讲得很好笑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再来。第四题哦。怎样？你看了就想笑？在笑？看了就想笑？在笑？有这么好笑吗？这一题哦，太好笑了。有一天，小华去图书馆，他走到柜台前面，跟柜台人说：“我要一碗牛肉面。”柜台就跟他说：“先生，这里是图书馆。”然后小华就跟他说：“哦，好，我要一碗牛肉面。”我有听过这个，我有听过，这好像是哪天跟我讲的。我笑了5分钟，这还蛮好笑的，这是你不算，我是因为你笑才笑，不算。但是因为我有听过，而且你刚刚前面就一趴很好笑，你刚刚说我要一碗牛肉面，我的上头有点快撑不住了。我你，他说牛肉面，然后就，我就，那这样算吧？不算。Excuse me， 不好意思，这里是图书馆，你搞错重点，不是讲话比较小声就好。是，你他妈的在图书馆点牛肉面，这里是图书馆，只有书好吗？记得订阅鱼频道。各位观众，看到这边觉得哪个笑话好笑，可以在下方留言讲。然后别忘记下方的订阅点起来，然后那个小铃铛也点起来。你们可能觉得我有订阅没他，没有，现在往下滑检查一下。很多人都是这样，忘了订阅，定一下，好不好？小铃铛点起来，才不会错过我开台的通知。来，第五题，有一天 X 跟 Y 走在路上，突然看到前方的 U 突然上线 ，X 跟 Y 就走过去问 U 哥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如果他是第一题，我可能会笑。有一天，小明他上课，一个小明帮他倒水，这小明咕噜哇啦，就是没有帮忙倒水，是小明坏背。小明他爸就生气说：“你是要逼爸渴死吗？”然后小明就开始，他就开始逼爸渴死，在笑，渴死我，逼我的旁边，不可能，这
啊，这应该要做什么事情？我说你要逼爸科室吗？然后小明很，然后他是冻着在这样。后面可以讲了，这一集叫做倒水好了。小明很聪明哦，倒水还没忘记逗笑自己的爸爸。接下来的问题是问答，但没有让你真的答出来。好，可以。消防旗又开什么声？末班车。还可以，还不错，不错，不错，不错。现在不冬天吗？是。那为什么暖暖包到现在还有一堆人在用？因为还是很冷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有一堆铁粉。哦，暖暖包还好还好，可是算是蛮有趣的，可能是我开台会讲。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这分钟不用手机给我做的。哎呀，这是老梗，好。真的假的？我很常用哦。我至少用了5年以上了，从我认识黑熊就会用这个梗。我就跟黑熊说，他每年回家的时候，他也可以跟他的家人一起玩部落冲突啊。而且他们是真的部落。没有，各位，因为我们是好朋友，所以我们会这样开玩笑。我不是有歧视意味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黑熊也会自己被自己逗我笑，就是他也觉得部落冲突很好笑。先三杯，先三杯。哦，笑的脖子好痛啊，闹着。朱雷德蒙，妈妈你的的的。哇！系列球，干这段不要剪进去，作为巨大苦差，然后在这边发呆，然后忽然想到系列球，自己在笑，一定很乖。永远无法习惯这个味道，而且观众在路上看到我，他都会说：“嘿，我很喜欢你的苦茶系列，这叫梗图系列好吗？”没有没有，这是写考系列啦，这是系列秋啦，考是哭，秋是笑，我到底在干嘛？感谢大家多支持这个系列，觉得哪个好笑，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们讲。如果你们有更好笑的笑话的话，投稿在哪里？ Google 表单。因为以防我先看到，所以直接给卓毅。对，好，谢谢大家。如果各位观众喜欢这部影片，记得在下方的订阅喜欢。谢谢。这种各位 FB 爱赞我的粉串，这种是 Clip。觉得哪个笑话好笑的话，你们可以分享在你们的铺浪上啊，或者是推特、IG、FB 之类的，记得标记我，或者是文内有打黑鱼两个字，这样我才收得到。这样，因为我偶尔会自己去搜，然后我看到我就会帮忙分享。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